我们俩现在坐在小区泳池的前面，对，在等着蚊子叮我，已经叮我好几个包了。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？来，我们要去洗牙。对，但是刘云达不敢去，他说会疼，牙结石多的会，还会牙龈出血。牙结石多的会，然后洗完之后还会牙齿敏感。牙结石多的会，我就不想去了。就牙结石多的会，正常来说，就是健康的来说，一年至少要洗一次牙的。然后我也是在努力的在坚持。然后人民大家都怕疼，你这么胆小？我可以不洗。可以啊，然后每天你又喝阿维，等你老了，牙就掉光。你就每天喝粥，每天吃走了，天天在叨这个事。小猫咪，那边还有一只。看猫咪。你招蚊子，我不招蚊子。因为你臭，蚊子都不咬。臭的蚊子咬臭的，你臭。蚊子咬洗了干干净净，蚊子咬臭了。我去到医院门口，哎，这叫诊所，洗不了牙了，今天因为这个牙医诊所，这么大个牙医诊所里面就一个医生，然后他说他现在有一个没弄完，大概有一个小时才弄完，但是再过一个小时他们就下班了。对，再过一个小时就下班了，所以说怎么办？洗不了了，那我们俩去换一个地方找一找吧，我觉得都不一定正规。我们找的这一家不在这里面吧？不知道啊，就在这小民房。看这家好几家店，人还特别多呢，应该正规吧？不知道啊，去看看吧。我看看你的牙，真不整齐。好，对不起，你整齐，你走吧。你的牙好脏啊，跟着我。嗯，还有啥呀？大概是什么情况啊？你连测试怎么做？没有结石是吧？石油少量，都是色素。你看你不喝咖啡，你也有色素。酸吗？看着都疼，好干净啊，变干净了，就不脏了。空半年到一年左右洗一次。好的，开火了。嗯，是认识挺久的了，一点都不疼，刘明达，真的不疼，疼我刚才就说了呀。只要看两个眼睛，看牙齿有没有一样啊？也是，结石，他要结石多的话，是不是就会疼？但是你的结石比它更多，因为它有取完的时候。它以前有取过吗？嗯，很多。你就是很脏就是了，但是它牙齿比我牙齿好。嗯，整体牙齿还行吗？牙齿，色素吗？色素很多。然后我还爱喝茶，喝咖啡。对，爱喝茶，喝咖啡，这些也都。不要紧张，完了你肯定疼，你都出血了，你就非得躺在这儿再照一下吗？你很无聊，刘明达。色素比较多哈，我包括你相对能量，让它放大哈，它放大，我们自己看的话已经是没什么了。当它放大了之后，你看这个才看到一点小血，就是本身是整个牙面都有哈。嗯。
很干净了。你们外面刷的都还可以哈、哦，建议的话都是上下刷哈、哦，方式换一下哈、哦嗯，这个竖起来，啊、哦，来回这样子刷一下，然后往上拐角的地方好、哦，还有就是平时里面前牙下面的前牙这些是最脏的、啊，那一样你这个面也是要刷的呀，好、哦啊啊，这个面要刷，这个面要刷，这样子，正常刷牙是三个面嘛，好、哦啊，前后上。好、哦，一样的，好，好好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我们俩现在已经洗完牙，已经到家了，洗得特别白。没有了，洗牙其实不能让牙变得更白，除非你的牙的表面上也有结石，也有色素沉淀才能变白。啊，应该也有那种人，就是变得干净了呀。对，但是因为这像门牙的里面，就这里面的位置比较难刷嘛，所以这个地方有。会有色素沉淀。医生说我前面刷的都特别干净，没有说特别干，他说你前面刷的都挺干净，但是里面特别脏，结石又多，色素又多，我基本没有结石，我都是里面就是不好刷呀，是不好刷，但是也要刷嘛。今天大夫不已经教给你一套刷牙的方法了吗？然后我因为我天生就是牙齿敏感，我那个牙上就有很多细小的裂缝，天生的。每个人不是，我就我很多，但是就即使我牙齿很敏感，但是也没有感觉到疼痛。但他稍微有点痛。他都流血了，因为他那个结石比较多嘛，就有那牙龈和结石连接的地方，你给那结石弄掉，刷的也是流血。嗯，对，因为我比较注重牙齿，因为我的牙不是很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牙齿保护，因为牙齿是能跟随你一辈子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牙老了，牙掉了，对，就像他一样。然后班长伯他骗子，我怎么骗的？你牙，所有的牙都补过，你从来没告诉过我。那你也没问过我呀？都是假的呀。补牙，而且不是所有的牙，只是里面的十牙而已。多少颗？十几颗的有。八颗。一二八颗，从来没告诉我，他欺骗我。那你也没问我，一问我不就告诉你了吗？好好刷牙，没有蛀牙。对，就像他这种越牙齿好的人，就越容易忽略牙齿的保护。就像他这种，你看我牙齿不好，反倒我还保护了他啊！跟大家拜拜吧，拜拜拜拜。我的所有的他一年洗一次，然后我这头一次洗，所以我就没有看过他。但明年他特别恶心，他说他以前的时候一周不刷牙，嘴里都没味道。你有病吧，他自己这么说的，不能。